许多武林高手将叶南天等人拦在路上。江凤，你射出一辆良家妇女，连公主都不放过，武林人间你以为耻、啊？拿上命来！他们强吗？很弱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阿奇，阿奇他死了！阿美，他也……我来看看还有没有活着，帮忙医疗伤者。这么多人，又能救不完的，与其分散战力，不如先解决暴乱的因子。齐金满当时袭击移花宫，实在不愿出手。说的没错，我快往里面去。Hello， 燕翔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你留言了。然后玩九曜双骄，你们就出现了。去干药之厅，对不对？妈，那是。师傅要我杀过所有机关门的人，他答应我，这样我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掌门。三师兄，你们什么人？你是机关门的最后残余？糟糕，他杀红了眼，已经分不出谁是谁了。那我来干掉你们吧，秦姐。三师哥，是我们呢、啊，红玉跟旭峰，你的小师妹和小师弟。我看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，不把他击败是不能恢复的。三师兄，红玉画的这面其实漂亮的，这倒是啊，两个人性格差比较多一点。做到了，然后刚才有一小句话是用混音器配音的。
可是应该是他整段背都是回击。就还是不行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敌人？张师兄，振作一点，谁能帮他治疗？我来。这边选什么？好，这边选第一个。月奴怎么会去帮助敌人？真太没有警惕心了。还是红叶旭风，你们啊，真是可笑！先前我处处为难你们，最后帮我送行的，却也是你们。别这么说，毕竟同门师兄妹一场，对师门的良心从没有舍弃过。三师哥不成了，跟机关门二战后，最后金姐又被我们击败，你逆会？好师妹，为什么到临终之前我才发现你们的好？我以为以前为师父卖命这么多年，最后只得到一个死守七金门、杀光机关门的诡异命令。他和你爹张师伯还有大师兄一群人，他们全都去了幻彩金冢。难道把我留在这里就是我被骗了？唉，他也是为了一个掌门位置而冲昏了头，为了这些浮于一般的价值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。究竟是不值得的。每个人对事物的衡量是不同的，就像我为了江朗什么都可以做。三师兄刚刚说了，师尊和爹都在幻彩金冢。幻彩金冢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奇经门的墓地，也是奇经门的禁地，除了特殊许可之外，任何人皆不得进入。想我紫金为国家做这么多事情，靠七金之力牺牲了无数子弟兵，完成平地天下的大业。最后竟然只是权力斗争下的一颗棋子而已，让大家落到这个田地。师尊别气馁，无论你说什么样的挫折，我都会事事跟随着你。好，这边选一号。是啊，一次的失败又算得了什么？那我们重新来过吧。原来是左旋王啊！你该不是落井下石吧？小王哪敢当啊！在上人擒机之前，我跟蝼蚁一般的微渺啊！你找师尊何事？我代替诸王传个信息：紫金上人神威神力
何苦屈居于懦弱无人的废地西？现在皇帝昏庸，听闻彩蝶未有先帝遗诏，先不论真假，朝野一片混乱。现在诸王想要共推你为新主，给予天下一番新的气象。你们几位想要重新分配权力，从中捞取好处才是真的吧？这上人千万不要推辞，朝廷无主，军纪繁乱，盗匪四起，这可是为了天下万民啊。可惜西帝那有五万禁军，我只有区区数人，如何成事？只要大人愿意，我身后有三万将士，任凭驱使，还是勉强，这完全不是问题。首席研究员，幻彩金总所有的水晶棺木，残留着奇经门前人的种种能力，只要运用我的控制力，将所有水晶融合为一体，就能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力量。别说是消灭五万兵力，就算是移山倒海都是有可能的。大师姐，你们可是还投靠紫金大人呢？紫金大人，慢着，大人，这个称呼怎么回事？当朝的西帝昏庸无能，师尊决定成立义军替天行道，也得左贤王等诸侯的支持，简直荒谬！外姓人就要讨伐朝廷，左贤王竟然会利用他。师尊是为了天下黎民才做出这个决定，就算背上造反的名义也。海院姐，你每次说谎就会不自觉去摸胸口的贝壳，那是大师哥送你的定情物，也是你迷惘的时候支持你前进的力量。别再说了，就算是这样又如何？啊，这边选一，这边不能选错。我虽然知道师尊的错误，可是阿龙答应当上掌门后，我们就会成婚的事，灭门大事，云师兄的前途，我重整奇经门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海渊姐，你快醒醒！现在的师尊已经孤注一掷了，大师兄也是。我不许你们这么说他，阿龙是真的希望天下平定。红玉好妹子，小黑，你如同我亲弟弟。假如老天能让我选择的话，我真的不愿意和你们争斗，我也不愿意和海渊姐打。发生什么事情？海月姑娘在拖延时间吗？紫竹一听同美相争之事，我已经清楚正有事情发生了。只要把幻彩金种中的所有金果融合为一个晶体，就有无限力量可用。所谓的天下，这是我手中的玩物啊！快呀，再等等，奇经门君临天下的那一刻就要到来了。闲话太久了，动手闯进去。姑娘，失敬了。可惜，我绝不能带你们过去。就算是牺牲生命，只要你们不是来口号师尊，我就不能带你们过去。来生再续缘分的龙哥，金姐。Hello， 好听，终于等到你了。
投体技。哎，刚刚打多少？没看到。血那么厚。6000多 ，OK OK， 那也算痛了。我不止6000多，快破万了。焚风最稳健。青玉明白的。他一定了解我的心境，可能也只有他能明白我。别了，云哥。这是云师哥送给海渊姐的信物，师姐一直把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海渊师姐。死了，这样都死了，为什么到后期要那么虐心啊？啊，为什么？太残忍了。我还以为，因为小时候，国高中的时候玩的，我对这边已经快已经没什么印象了，就他真的死掉了。好，这边你要先过去，姐。这里不知为何，其他地方都有各种奇兽怪兵，唯独这里没有任何人，好安静。这里是以前凌云师兄和海渊师姐最爱的地方，此处海渊师姐布下的阵法，任何邪物都不能入侵。好，这边要先触发才可以前往下面的剧情，然后凌云才能加入。好，那我们解刚才那个事件是凌云的加入的必要条件之一，那解完之后再到迷幻之眼这里。七彩晶核终于融合完成，虽然耗费有大半的灵力，但是值得。值得啊！太好了，太完美了。爹，你是谁？爹，我是红玉啊，你们认识我了？红玉，他还在家里等着我呢。你是谁？你跟红玉有什么关系？爹，我真的是红玉，真是女儿，好久不见的女儿。不认识你，红玉，那真的是你爹吗？师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爹脸空走火入魔，失去心智，就是为了让他安心，替他施了一点幻术。你瞧，张伯父额头上的水晶。旭风，你观察可真敏锐啊！不愧为师先前对你的教诲。快替张伯父解除幻术，让他们父女俩相见。你就是青玉舍身相救的，多谢你的降医神功啊！不跟你计较阿比斯，快替张伯父解除幻术。快把我爹还来！年轻人，血气方刚，不能解决问题啊！
皇玉比较伤心，等舅舅当上皇帝，朝政安定后，一定好好照顾你的。皇帝？你说的皇帝是什么意思？公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就在我叙旧的同时，左贤王已率三万大军围攻，华清宫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。当我成为皇帝以后，新朝就缺你们这样的武林人了，个个重用，赐予官职。彩蝶啊，你比你的兄长懂事多了，前朝旧臣都交给你掌理。你们还不谢恩？你疯的？你要整个国家都化为奇迹门，成为你控制之下的工具？我没有疯，为了万灵，这么做是值得的。还真，快用你控制令，将我们传送到华清宫中。领命。慢着，子敬，你休想逃跑！也有我在此，谁敢伤害师尊？师伯运卷这段时间，就由我来会会你们。你这么废，我已经变强了，好吗？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。哇，好痛！天幻飞仙啊！赏，我要恋战，我们走。紫金，不要啊！紫金上难得人，这行宫盖得不错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紫金，你怎么还活着？紫金们不是已经……靠着养虎相伤的计策，你算得再精，也不敌天命归于我身。昨日我不死，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紫金，你们带着兵器闯入镇阳殿，口出狂言，难道想对皇上不敬吗？来人呐、啊！省省力气，不要喊了。外面的禁卫军不服从的都被我们杀了，剩下的也被左贤王收编。皇上啊，我亲爱的宝贝兮，看来我们今世没有缘分了。爱妃，你。红颜祸水，你为了讨她欢心，葬送社稷，那最后就弃你而去。费力西，你现在活在世上，也只不过是笑话与耻辱。为了百姓，为了你，解脱吧。恭喜师尊，不。应该是恭喜皇上，九地逆天受诛，新帝应天登基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办？我兄长，公主冷静点，可以做的事情分你而为，没办法的事着急也没有用。现下之策，快前往华清宫，探查清楚再做打算。贤弟所言甚是，爹。我一定要把这贝壳还给大师兄。好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祭官们的魏无涯，特系在前朝二官赫连杯之人头献上。赫连杯也死哦。是的，
赫连贝首席无误。赫连贝当年不可一世，也终于有了这般下场。哎，要不是你硬逼，我还在做奴工，当不成皇帝。说起来，还得感谢你呀、啊，魏无涯，你做得很好。以前与齐金门的恩怨皆时势所致，既然对朕表示忠诚，往事都不会跟你计较。一回合下去，重重有赏。哎，多谢陛下宽宏不就，多谢陛下夸奖。从今以后，机关们专忠于你一人啊。新朝建立，大家都有功劳，为了本朝将来的发展，华兴宫从今改名为紫金殿，分封诸王以行政事，御林禁军改编制，人人配发金石。无涯听令，国家尚未完全平定，你去四方地脉建立魔金鳌，提取天地之力，以为朕所用。遵旨。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大师兄，海渊师姐他，我想把这个交给你。这是我送他的。海渊师姐，对不起，我们。不要说了，我想好好的静一静。大师兄，失去了心爱的人，谁都会如此伤心的吧？希望海渊的离去，能让你看清楚一些东西。出华清宫，皇上是曾经答应过要重用红玉彩蝶阵群的人，但是新朝未安，复辟之声不断，若是此事让他们入朝，怎么皇上地位反而受影响？你该怎么明白怎么做了吧？哼，老狐爷，你怕区区彩蝶之下，不过复辟压力的确不小，我视得轻重，不会让他们进去的。这么做真的好吗？那紫金顺利登基，这几天苦思良久，修长闻一天道受禄而死，这个怨不得任何人。既然紫金是为了万民，谁做皇帝都没有关系。公主，我已经不是公主了，但是我们阎罗天人说，紫金请魏无涯去四方地脉修建魔金鳌，魔金鳌大量抽取灵气，这样继续下去就会出现甘先生所言天地失衡的灾祸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舅舅错下去，无论如何都要入紫金殿，向他说得清楚。你们想去哪儿？二师兄，我们要进去做见师尊，劝告他不要修建魔金鳌，入天地失衡，受害的将是百姓。胆小鬼庸人自扰，齐金门数百年来利用金石，也未曾见过什么大问题。身后的金卫士们个个都因为金石加持，怀着凡人所不及的强大力量，才得以在短时间内把强悍的南北蛮夷收服。金石之力取出于天地，并不属于我们的，不能让舅舅沦为试用。你懂什么？你知道这样师尊的领导之下，这样的力量意味着什么吗？同情天下的百姓，怜悯永远只属于弱小的人。二师哥，你怎么一点同门情谊都不顾，说打就打？你们眼中还有师尊，还有天子吗？既然不能明了他所代表的大义，我是不会让你们过去的。这一场听说是必败之战，不过我觉得我打不赢了。
陈浪、红雨，我们走吧。你们真的以为这样就已经打败我了？只要七彩金河的加持，就算是以一挡百，以一挡千，我也有绝对的胜算。秦姐，被恼火，应该快死了吧？天花飞行都放成这样了。血真厚啊！好，理解到你我实力的差距吗？红玉毕竟是师尊外甥女，知趣的就快点离开。他现在有七彩金河加持，实力异常强大，我们还要挑战他吗？再试一次，因为我们连他都打不过，又凭什么规训紫金上人呢？好，我们继续与他作战，直到他体力耗光为止。愚蠢的人啊，接受我利爪的失利吧。我这边换个配音好了，用回音器。愚蠢的人啊，接受我利爪的失利吧。好，继续挑战。哈哈哈。好，挑战第三次。不许杀他们！大师兄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还管不到我？我尊你师兄是念同门情谊，这几个人乃是单朝叛徒，我有皇帝陛下的授权，先斩后奏。你若阻挡我，就是抗旨不遵。师弟，请不要逼我。我要带他们走。你，大师兄，你，没人可以拦住我。什么是黑，什么是白，我想用我的双眼看得清楚。你们几个，快跟我走！我靠，帅！大师兄，你这样等于是对师父背叛，不要紧吧？不要弄错了，我还没有完全认同你们。只是我们在皇宫那次作战时，你们竟然可以打败我，让我从你们身上发现一些东西。大师兄，海云师姐她……这不怨谁，或许这是海云的离去，让我认清一些东西。你们把贝壳交给我，已经很感激了。虽然我没有见到海云的最后一面。虽然凌云师兄这么说，可是从他的表情还是可以看出来，他很伤心的。现在格列贝维维亚修建魔晶啊，很快就有大的异变，我们当前必须要加紧行动才行。紫禁上人当上皇帝以后，为了镇压各地防范他的异军，更加变本加厉利用机关和奇境力量。随着地气的过度摄取，地震频发，各处开始出现因天地灵气失衡的天灾人祸。东西南北四个地脉已经变成魔晶了。与此同时，叶南天等人为了打败伤的方法，来到甘同生所在的紫竹林寒翠园。刚才我虽然可以破伤，但他的七彩金河之力就是源源不断。因为金河的影响，华仙宫的结界会让我们不停地耗尽体力，可能要想更好的对策。阿绿，你怎么还有心情要我们喝茶？要帮我们想办法，怎么让二师哥知趣退开？甘先生很清楚，可以处理的事就想办法，不能处理的事着急也没用。
你瞧，那不是认真的在想吗？我之前跟恒真伯父学习过，也时常翻阅他的研究笔记。七彩晶核是所谓的禁术，伯父怎么这么糊涂？依我的判断，二师兄所利用的七彩晶核之力，其实来自东南西北四方地脉。母亲啊，正把地脉的灵气源源不断地送到晶核之中。我们刚刚交手的经验，的确是无法予以致命性的伤害，如此该如何是好？我有断绝其根本力量来源，才能击败二师兄。所以该去捣毁四方魔晶鳌。听闻魔晶鳌有魏无涯修建，那是不出世之才，对这重要据点应该会。妹妹对魏无鼠的评价会不会太高了些？三母子深思而后行，击退了二师兄，入了紫金殿又如何？魔晶鳌或许没那么困难，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击毁七彩晶核，其灵力形成的特殊保护，一定要威力绝人的神兵加上怪力才能摧毁。绝世神兵哪里可以找得到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若问天下最好武器的出处，只能想到玄铁棒了。玄铁棒，好令人怀念的地方。阿绿，你懂那么多，本事也强，不打算出声帮我们的吗？红玉，我不了，总要有个人有着干净安守的住所，等着你们回来的休息。我累了，我先进去休息，你们走吧。